大家非常非常厉害哦，相当惊喜的各式各样的歌曲。那么呢，在接下来呢，我们请机器人也稍微休息一下哦。接下来要请到的是我们的二鼓手呱呱老师，呱呱老师要为我们带来一首相当妖娆的一首歌曲了。好，那大家都知道二鼓呢，这个乐器本身的张力就相当大哦，是一个可文可武、可刚可柔的乐器哦。那么今天呱呱老师要为我们带来这一首《橙色诱惑》，也是一首技巧性相当困难哦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录影的话，可以拜托来这个把握机会、把握时间，好不好？那么也让大家听听看，如果我们二胡真正的音色，以及我们呱呱老师非常精湛的演奏实力。欢迎呱呱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首《橙色诱惑》。好，
经典的作品啊。大家在早期应该看过这个很多这个武侠片啊，但是呢，能说到经典，大家应该知道哪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应景吧？哎，大家有知道吗？我这样讲，叶倩文，大家知道哪一首歌吗？哎，有人知道吗？叶倩文的话，哦，叶倩文不是爱的可能哦，你说什么？有什么？作品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歌曲吗？京城，那个京城四少的主题曲。对对。经典的潇洒走一回。那今天呢，有邀请我们的凤家国乐团为我来伴奏啊。等一下，如果我默默点名到谁，你们就要默默站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做好气的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因为我们凤鸣家就是很喜欢挑战，所以呢，每一次我就会很喜欢挑战。比如说，就叫思乔起来，他就要拉一段给我听；那我叫娜娜起来，他就要吹一下口哨给我听。对。国君一笑啦，好不好？然后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《潇洒走一回》。
等一下会继续更拍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先打团战啊，我们十二人组哈。对，没办法，不想拍，看我们这么多女孩子一定很吵。我跟你讲，他们都憋在心里憋得很难受。对，